喺舞台上，好好同你交一次手，系我最大心愿。阿女，你要嚟我嘅场度见我，我随时欢迎。有必要装神弄鬼转弯抹角咩？系，我的确冇我家姐条命生得好。叶云姐，你见呢边。五年前《浴火凤凰》在我们剧院首轮演出最后一晚，秀玲宣布退休。有一晚有个最佳新人穿着件高叉长衫和麦子吃了餐饭。喂，你是不是真的跟 Stephen 有路啊？姚老板清楚我啦。你成世人都是这么小家的，破门锁到卖身求荣。真是世界真的不同了，我觉得我跟不上。不急，慢慢来。香港电影死晒噶啦！小柯导演，我哋而家唔拍戏，我哋揸的士。点解你咁憎我啊？嗱，就咁嘅。咁啱我有个 friend 为请食饭，咁不如索性打住边炉嚟拍戏。停一停，安度唔舒服。嗯，我明啦。啊，好犀利啊你！总之咧，你要同我排好台戏佢。呢位公子。勤力的打卡喎，你哋啲男人真系好烦，又要咁又要咁。Hello， 我冇做男人好耐啦喂。